涂老师其实是最高的。哎，涂老师，打吧，打吧。没事，您先说，您先说。6月9号生日大潮，你知道的啊，我这牛已经吹出了1000万的粉丝红包，行不行？您的事儿，公司鼎力支持到底，1000万干。你说这话，我还是不太放心，我得今天亲眼看见这1000个 W 冲到后台去。没问题，财务，媛姐，媛姐在吗？来我这儿一下。带电脑。哎，你找我？对，来，进来。6月9号，涂老师的大场，要给粉丝1000万的红包。今天就要冲。啊？1000万？今天就冲。您稍等啊。您坐下来，坐下。我看一下公司账上有没有。哎呦，老板，咱今天只能抽500。你看看，你看看。还有几笔款子，我们下周才能到。您给我3-4天的时间，您看行吗？最好就明天给我凑齐。今天有500万，先充500万。先充到后台里去，今天先。那咱今天先把这500充了。对，充到后台。我努力。你就明天。就明天给我凑齐了。行吧，我尽力。来吧，我们先充吧。原来在铺咖啡，让我沉迷彻夜难眠，陪我一个人煮咖啡，像落地的大雁自己往南边飞啊，妈妈哦，风声还不会再被谁挑动，可笑可笑可笑，妈妈还能500万到账。